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处理而已。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好啊，我要出現啦。好啊，好緊張。我一定緊張過你嘅，放心。Hello， 各位好啊，歡迎嚟到咧 Expresso Live 嘅第八集啦。咁咧，我終於喺多年嚟之後咧，首次露面啦。咁我係今日嘅主持 Leo， 各位好。咁咧，我想介紹我哋
今日的嘉賓之前呢，我想介紹一下樂手先，因為平時呢樂手呢成日都被忽略，那我呢就想介紹一下我後面的樂手們先啦。那呢分別就是有 on drums 的阿健，係啦 ，on bass 的阿樂 ，on keyboard 的 JM， 同埋 on 吉他的文西。好嘢！咁咧，咁梗係最重要的通常都是壓軸的，就是咧今次的嘉賓咧就有 Lydia。Hello， Lydia 又有，同埋 Victoria。Hello，Victoria。Hello。其實咧呢、這個 live 咧係幾經辛苦波折先至會進行嘅。我記得咧，我邀請 Lydia 嘅時候，好似係年半之前啊，係咪啊？係啊，我都唔好意思講。我咧係好早好早之前咧，已經係就算係未玩 Expresso Live 2023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邀請緊 Lydia 噶啦，但係咧。我哋成日都約唔到個期喎，即係有時候咧就係、是、可能我又唔記得俾個期佢啦，跟住咧有時候咧我又要揾樂手們啊，或者去 arrange 個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又撞咗一啲 studio 嘅期啦，咁咧再加上就係、是、咧好啦，約咗之後咧變咗我有事咧就要 postpone 咗啦，咁所以咧今日去到11月5日咧，終於揾到 Lydia 上嚟啦，同埋佢嘅朋友 Victoria， 咁咧我想。係，我想爆多少少 airtime， 因為我怕我咧再講落去咧，我係冇時間再講落去，因為我知道你哋準備咗好多歌。咁咧，我其實咧係 Victoria 嘅聽眾喎。咩啊？咩聽眾？旅遊時刻 travel moment 啊？係啊。嘅咩啊？應該你哋係有 Spotify 有個、啊、有個 broadcast 噶嘛？係咪啊？其實咧。我是在未認識 Victoria 之前我已經是這個女四娘的聽眾了、哦、多謝你、啊、我一直都沒有跟她說的但是呢我當我知道 Lydia 呢約、Victoria 上來的時候我想這麼熟的聲音很熟是嗎聲音很熟啦不是因為我通常都是在 Spotify 聽我就很即通常我駕車聽的但是呢我就很少即即係點講咧？即係睇住個 broadcast 咁去聽咁樣啦。跟住我聽聽下，咦唔好熟口面喎把聲。跟住諗下先，跟住再問翻阿 K 咧，我先知道啊係啊係女四娘嘅一位主持，其中一位主持啦。咁應該就係你同阿 K 兩個去 share 一啲喺旅遊上高嘅一啲旅遊嘅點滴，同埋可能因為我知道阿 K 就係一個。即以前是做即空中空姐啦，咁佢又有啲 experience 啦，跟住你又去唔同嘅國家啦，又有唔同嘅文化體驗咁樣啦。我唔係特登 stalk 佢哋噶，我係真係有睇。唔小心做咗 fans。係啊，佢仲有自己個 YouTube channel， 其實我都係 fans，、啊、我成日喺屋企度睇。都好尷尬，好多你咪啊。冇弊啦，呢度冇窿啊。好啦，咁咧，所以我都。咁點解我都想問一下，點解你會揀頭先呢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嘅？因為其實我哋咧係冇一個 theme 嘅 ，for 今次個 live。但好似你咁樣講咧、嗯，我哋年半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傾啦。咁所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咧，其實就係 Espresso Live 同埋 Leo 嚟嘅。OK， 好啦，多謝你。100分。好好啊，聽得好好啊。咁我決定咧就企翻喺我嘅原點嗰度聽你第二首歌啦。哇，聽得好好啊！梗係啦，做好準備。咁我哋、okay.。等一陣先，因為咧，今日technical 嘅係阿謙 Sir 啊，阿謙 Sir 叫我咧同你轉一轉支麥用。好啊。哦。OK。好。交埋個台俾你哋啦。Whammer 啊。好啦。原點。是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
俾啲掌聲先啦、啊，我覺得係好，唔該。咁我咧就要講翻咧，點解我會識到 Lydia 先？咁其實咧，有啲你使唔使行過？唔係，我太唔習慣咧喺鏡頭嘅前面啦。咁所以咧，我拉翻自己出嚟先。咁咧就係、是、應該就係陳飛揚女聲，係、啦。咁咧我就。因為我其實本身咧就識阿、識阿蚊嘅，係、哦、啦。原來係因為阿蚊。咁我就係、是、我成日都自認自己係蔡可文嘅 fans 榮譽會長嚟嘅。我哋都係啊。咁所以咧，咁我但係就喺佢哋嘅，即係喺佢嘅 social media 度啊。咁我就即係我就睇，即係、留意到啊、留意到 Lydia 啦，咁佢有唱歌啦，同埋佢。喺即係我都有去睇上年嗰、那個係咪應該係上年邊個啊？最尾嗰、那個係紅館嗰、那個係兩年啦，兩年前係啊。OK， sorry， 兩年前咁就係咧啊係喎，因為我約你已經啊冇嘢啦，對唔住好。咁我哋咧就係啦，咁我就好想啊去邀請 Lydia 啦。咁 Lydia 亦都好好啦，一口就答應咗我啦。但係咧佢就好擔心咧一樣嘢嘅，佢每次咧都問我嘅，你記唔記得？有冇 band 啊？係啊，真係有冇 band？ 放心，我呢度會準備 band 俾你。咁跟住所以就一班好好嘅樂手啦，去幫我哋手啦。咁其實咧，大家都會有啲眼，有啲已經見慣見熟嘅啦。就係、是、你會見到阿樂啦、JM 啦、阿健啦，同埋新嚟嘅文世。好係啦。咁呢個就係令到促成咗我邀請 Lydia 嘅原因啦。咁另外就係、是、反而咧。我想問 Lydia 點唱歌之前，我反而想問一下 Victoria， 因為咧完全唔關音樂事，純粹係我私底下一個 big fans， 想問一下你點解你作為一個你介唔介意透露你嘅職業？唔介意嘅。係啊，應該係同法律有關係噶嘛。律師。係啦，我想問一下點解你會有個即係點解你會放低到你嘅職業而去唔同嘅地方？放低唔到。冇嘅，就係、是、其實因為唔係，其實我本身喺我入律師呢個行業之前已經好中意周圍去嘅，咁但係係咯，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已經開咗個頭，就係會好中意即係寫好多嘢，成日分享啊咁樣。咁但係越做嘢其實壓力越大噶嘛，咁所以就更加需要就係去唔同嘅地方解下壓啦，係啦，解下壓啦，同埋。即係嗰啲咁樣嘅唔同嘅分享，即係因為同我做嘢太唔同啦，所以對我嚟講好似係即係 balance 翻咁咯。嗯，因為我見佢去一啲地方咧，佢唔係即係一般香港人
或者會即係唔係一啲大眾嘅地方嘅有時候。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會唔會這個女仔係好想去一啲即係可能係喺嗰個地方度攞咗啲唔知咩嘅knowledge 或者係 experience 咁樣咯。其實係冇喺嗰度係攞多嘅 knowledge， 但係我嘅世界好靚，所以都係想繼續去多啲地方。因為香港，好咩啊？因為香港，因為香港睇唔到太多美好嘅天空啦，係咪啊？太多樓。係啊，太多樓。好，咁 Lydia 咧 ，Lydia 你係點樣即係開始自己唱歌啊，或者去加入女聲咁樣噶？因為咧，其實我同 Fik 咧兩個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唱學校嘅 choir 嘅。咁我哋其實係同一間大學嘅，但我喺大學嘅時候唔識佢。咁我第一次識佢其實係我哋係第一代唱陳輝榮女聲嘅。但我哋應該有勁多共同朋友嘅，係啊，但係不過就唔識咯嗰陣時。係啊係啊。哦，所以就你哋係喺大學認識嘅。其實我哋係真係唱，係真係唱女聲嗰陣時先識嘅。咁你之後唱完女聲之後，你自己有冇想出下歌啊？或者係冇啊？我淨係其實得閒就係同啲朋友有時佢哋唱下 cover 咁咯，因為我冇咁勁可以自彈自唱，咁我就覺得有啲 limitation 嘅。咁但係你上次邀請我嘅時候咧，咁唔緊要啊，阿蚊都唔係自彈自唱。咁阿蚊真係好有實力㗎嘛！我不停強調佢唔係啊。佢把聲已經夠了，係咯，佢真係清唱，真係清唱。唔係你哋都好好聽啊！ Okay. 我頭先 rehearsal， 唔係可能有其他人唔知嘅，就係咧，其實佢哋上咗 rehearsal 咗，有冇兩次？好似有兩次。今日第二次。係咯，咁我都有聽咧，其實佢哋唱得好好聽喎。我哋係唔想聽翻自己啲錄音，係。我唔怪之你冇入嚟啦。係啊，我即刻閂門咯、啊！你播嘅時候。我哋不如睇下啲，我哋不如睇下啲留言先。好，跟住 Angel K， 哇，好聽！Alex 井心心，同埋我有一個唔識讀，咁所以我就唔讀啦。Coir 係咪啊？係咪佢叫 Coir？ 嗯，佢都俾咗個心心你喎。好多人睇你哋喎，但係好多人唔發聲喎。好默唔出聲。係咯。上水啊！不如留下言俾佢哋感受下，好唔好啊？好啊。咁咧咁所以你哋，翻翻去先。所以你上次咧再叫我嘅時候咧，跟住我就咁啱係我個 IG story 見到 Fik 咧，啱啱佢 post 咗個自彈自唱一個 Disney Little Mermaid 嘅歌，好似係咁。咁我就覺得，其實我識咗 Fik 咁耐啦，我哋冇真係咁樣一齊唱過。咁我就，不如我哋一齊唱，因為我初唱女聲嘅時候，我係唱 alto 即係低音嘅，咁佢就唱高音。我就諗，可能夾下好玩喎咁咯。嗯，所以我都間接地認識咗阿 Fik 啦。係啊係，雖然都成日見到你哋嗰啲活動，我哋有聽嘅，同埋我哋係好耐冇喺啲咁專業嘅錄音室。係，所以其實咧，我哋好熬底嘅，真係。唔緊要啊，真係好熬底。既然你講到呢個場合，我都要 tap 翻呢一度。呢度咧係 Sound School Studio 嚟嘅，係啦。真係 Sound School。係啦，咁我都 promise 大家係 Sound School 嘅。咁所以咧，另外就係我哋的 partner studio 就是Expresso Studio 啦，另外呢就是我 out your full team， 對不起，其實呢我是想回到轉頭的，我真的不是很適合做主持的。好，就是呢，其實因為我不是不明白咯，是啊，我其實想回到這個位置，但我回不到啊，因為我想回到Fik 的位置，就是呢，其實佢唔係唔明白咯，佢其實明白自己想去邊度啊。哦 ，OK， 係，對唔住，好，我翻返去個樹窿度先啦。Yeah， 好，唔係我唔明白呢首歌，係啊，不是我不明白。不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懂得爱说来无奈，来自对你亏待，没刻意掩埋，没刻意坦白，你还在。送我
能还有某种观念，很客气是拒绝。新的朋友不再重叠，你的世界我在边，不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能再次关怀，时间细说所有不愉快。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懂得爱，说爱无奈，来自对你亏待，没刻意掩埋，没对他坦白，你还我拿不到一些掌声，先等我拿一些掌声先。好，我看到呢是一个能量场，大家看不看到？乐手们看不看到？那他们呢，那个对望的能量场很强，因为很紧张，那个情比金坚的指数很高。我看到他们两个呢，是他们精神上是搭住了膊头，你看不看到？求救的眼神，我看到呢，是他们没有离开过对方一秒，那些眼睛是这样追踪着。不是，追踪着，因为我们有些和音，那我要望着个口型，大家跟着同埋几时收。哦， OK, 你看这首望多一点前面。不是，我觉得很犀利，因为你是没有望过歌词那么仔。我可能。咁佢哋技術實在太好啦，因為我冇懷疑到佢哋望個歌詞。我哋咪俾咗錢買咗你嘅誇誇群服務。嗯，咁又冇，我冇誇誇群嘅，係啦。咁所以係啦，我覺得好勁。咁所以咧，你係咪諗緊點樣聽下一首歌？唔係，我其實諗到噶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唔可以講落去嘅，因為
呢首歌有啲尷尬個名字，對我嚟講。你俾我哋講啦。好啊，好啊。我知啦，因為 Vic 頭先佢話嚟緊呢一首歌咧，會望多啲前面。咁係咪因為 ？OK， 明啦。咩啊？可唔可以冇咁？好犀利啊 ！Lydia 真係好犀利，咁都俾你發現到。你的愛，即係你要自己講，我好難幫你講。唔出口。你係首歌係叫《我的愛》，係啦。咁點解你會揀呢首歌嘅？其實咧係冇一個特別原因，但係咧呢一堆嘅歌咧都係有少少暴露年齡，都係我哋嘅青春，係啊！我哋以前成日會 loop 嘅歌或者 M K 歌，因為我哋嗰次就喺度喺度傾話，以前細個成日唱 K 嗰啲歌，跟住就覺得誒，即係平日好少機會會唱呢啲咧。咁嚟到而家，既然冇一個 theme， 唔緊要啊，其實首首我都識啊，所以都好暴露，係啊，所以好暴露到嗰個年齡層啊。是啊，有冇人系未听过的五首歌里面阿乐咧，即刻要话听过。我用我的双眼问佢，有冇听过？文西，吓你唔你唔似喎，好似后生过我哋。系咯，你好似后生啲喎。你都唔係，因為你唔係因為你頭先係咧，俾我嗰個威力咧震攝咗，係啊。嗰、那個唔似係你好似唔似係咩？好 ，J M 咧 ，J M 就 J M 好真誠啊！呢、這個阿健 Sir 咧，係咪 hear 嗰陣聽曬啦 ？OK， 好啦，咁我交俾你哋啦，我的愛、啊、可以望下佢哋嘅 ，OK， 真攝下佢哋。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
微笑的神态，潜意识那才是我真我發現我不記得看留言，作為一個主持人應該看留言，他對大家的耳由用不同的解釋來演繹，讓我演繹一下給大家看看先。分別是聽出耳由，游水那個游，然後呢他決定作為食材用耳由都可以拿來炸東西了，很多演繹的方法，是不是 I am Eugenia 和這個 Angel K，是啊，你哋嗰個演繹好犀利喎，用耳油嚟到去做唔同嘅嘢喎。好，食字一百分。跟住陳祖啦，陳祖都喺度喎，我發現。好，早晨早晨，上嚟啊。Hello. 好，跟住左，我唔識右，唔知。和音好有 feel，George。係啦，跟住仲有睇下先。今晚是不是全部講廣東歌？不是，他答了你了，他用聲，他用音樂說故事。大家剛才有聽到廣東歌嗎？我們好像只有一首而已，今天好像是的，就是放在最後最後那首，是的，所以應該這個是很較早前的留言，對不起。跟著有沒有點歌，很危險啊，這些事情都未聽完歌就點歌了，不如先聽完吧，可能選中了你點的歌呢。好，跟住右，哦，左邊靚，右邊也美，右邊左邊，左邊你，你係左邊，Victoria 係左邊，係左邊去到右邊都係咁靚仔又。咁弊啦，而家即刻出翻嚟先。好啦，咁應該左邊咧就係美，左邊就係靚，右邊就係美啦。好，好，咁我哋講下下一首歌啦。下一首歌咧就係旅行的。意義應該好啱 Victoria， 係咯，我都覺得係你揀嘅啦。係啊，係因為諗唔到揀咩，跟住係 Lydia 提出嘅，佢話提議係好有年代感，我覺得呢首歌一嚟又襯翻個年代啦，二嚟咧又襯翻我中意去旅行，同埋因為我係之前聽過 Vic 有 post 過呢個 cover， 咁我就覺得今日可以分享俾大家聽。好啊，咁我哋就聽下。Live band 版的旅行的意義啦。
起，你留恋电影里对你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我发现这首歌其实是很 sad 的，最尾是你離開我就是旅行的意義。剛才唱的時候你一定是很感情豐富細膩了這首歌的歌詞。好好啊，我都 feel 到它是融入了這首歌裡面，是有淡淡然的哀傷在這裡飄了出來。是的，我看到它其實是緊張。不是啊， OK 啊，不懂得緊張，完全不是啊。還有 你的好朋友幫你拍了 story， 好像是啊，留影。不如講下，譬如旅行啦，關於旅行嘅嘢就係，譬如你哋近排最近去過邊次旅行？我係同咗屋企人去美國探屋企人嘅，都係。我就啱啱兩個星期前又要講佢啲傷心事啦。我去咗兩個國家嘅，一個就係亞美尼亞，另一個就係格魯吉亞，係啦，咁樣咁就。係咯，唔使提我嘅傷心事。OK， 好。但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個 IG 度睇我有一篇文叫《旅行的意義》，好似係自己 tag 自己。係啊，好似係啱啱又出咗 post 啊。係 travel moment， 大家可以 follow 翻，或者大家可以去 Expresso Studio 嗰個 IG page 度就會揾到我噶啦。係啊，非常好。咁我想問一下譬如可能Lydia 啦，因為我平時聽 broadcast， 我都聽好多Fick 分享佢旅行嘅一啲點滴。咁你覺得你旅行對你嚟講有啲咩？即係除咗係一啲 physical 嘅 relax 之外，你有冇啲好深刻嘅旅行你係去過？我諗旅行係好耐以前咧，其實我喺台灣度做嘢，咁我就留咗三年咁樣咯。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長嘅旅行，咁我又好中意呢個地方嘅。佢嗰陣時係唱，即係唱陳慧琳《雷聲》嘅時候，有一段時間佢係喺台灣要兩邊走嘅，即係不停來回。因為佢係 base 喺台灣嘅，佢工作即係有一部分啦。咁佢就要係但係講翻嚟要係我有啲 travel budget， 咁就可以兩邊飛咁樣咯。即係一個好似屋企嘅地方，但係唔 exactly 係我屋企。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我完全 round up 唔到。OK， 唔緊要嘅，人咧就係咁矛盾。唔好，等等先，hold 住 hold 住，係啦，我知道噶，係啊，咁可以繼續講旅行。係，我可以繼續講啦。好，另外就係咧因為我太耐冇去旅行啦，突然之間聽旅行的意義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想去旅行咯。其實頭先嗰一刻係。咁你有冇啲心水嘅地方？有啊，我有啊，去約旦咯。但係而家係啊，exactly 係啊，我其實 plan 咗嘅，我其實買咗機票噶啦，喺下年就去半個月咁樣咯。係啊，即係但係就係喺佢未發生事情之前，係啊，買保險啊，旅遊加油啦！係啊，今日係冇廣告㗎，今日係冇廣告，冇啊，放心，略過廣告。就係一個係，我有一個朋友又係本身。
即係買咗，咁佢好擔心，即係都係藥蛋。咁佢就好擔心其他嗰個情況影響佢旅程。係，因為原本我就係諗住去啲聖地嘅，即係去去半個歐啦，都差唔多半個月多啲添，20日啦，差唔多。係啊，咁但係好 sad 啦，就都冇，應該都唔知仲有冇機會去到。所以其實頭先聽旅行的意義嘅時候，我就諗起呢件事。其實我 plan 咗好耐啊。希望你去到啦。希望嗰度冇事啦。應該係話。世界嘅嘢好難預算嘅，真係。可能好快又會唔同咗，又冇事啦。我 check 到啦，人啊嘛。人都係好難預料。係啦，咁所以咧嚟緊下一首歌咧就叫做《人》啊。好心情啊！因為咧，我揀呢首歌咧，其實都係因為戰爭，即係佢裏面嘅歌詞有講到啲人性嘅，即係譬如頭先佢係人係脆弱得不堪一擊啦，同埋講話點解我哋都要互相傷害咁樣。把空氣停止了，他的聲音。sad。係啊，但係咧，我想講
啲留言真係好誇張，我想講。係我哋啲朋友嚟嘅。係我的，我上次我用我嘅聲線去答話俾你聽啲留言係點樣。好聽嘅程度係文字不能形容。我耳仔已經唔能夠容下其他嘅歌聲。係啦，完全咧係好犀利嘅。佢從佢跟住頭先點解我突然間咧唱唱一笑咗一下咧？因為我見到咧有個叫 Vincent 嘅朋友咧就問 Lydia 可唔可以唱 Lydia？ 可以，我哋下次唱 K 嘅時候一齊唱啦 ，Vincent。係啦，跟住 Angela 少少頂級，佢話你喎、因為講咗你個名先嘅。佢話 Leo 係全朵，我知邊個啦。Leo Wong 少少頂級。OK， 咁繼續支持我啦，好，唯有係咁啦。是不是都没办法了，你难得有人支持我。好了，还有看看先，我看到后面是有些留言的。是了，记得了，我记得要问什么了，就关于音乐上高的东西。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出新，即是自己出一些自己 original 的歌？因为我看有时候 Afik 或者 Lydia， 他们、即是你们两个都会经常 cover 一些即係自己中意嘅作品噶嘛，咁你哋有冇諗過即係出一啲即係自己嘅音樂，或者可能未必係一啲事業上高嘅嘢嚟嘅，但係可能啊，其實我自己可能有首歌，我即係呢個都可能係 part of my dream 咁樣。嗯，我諗唱歌係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做嘅嘢咯。咁我覺得 that's why 我哋點解可以繼續做嘢咧，係因為有個動力、就係我哋放工可以做我哋中意做嘅嘢，就係、是、唱歌啦咁樣。咁但係。自己的歌是真的沒想過，我覺得即自己的歌是說自己寫一首歌還是是啊，即因為不知道我不夠膽說呢他跟我的年齡層是很相近的，但是呢去到我這個年齡層呢，我其實最近呢我是有些想，我又不是想說為自己去寫一些歌，但是呢我是想記錄一些自己的東西，因為自己覺得開始不是很記得一些細微的東西了，即可能不是，可能是一些好笑的事情，不是一些一定是不開心，即可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很好fun，但是呢、反而用自己，反而想用音樂去記住咯，所以我突然間想起想問一下你們、其實我小時候的時候都是曾經有一個夢想，就是要寫一首歌給自己，但是跟著我是寫了很多之後都覺得很難聽但是那些稿仲喺度咯，即係嗰陣時攞本簿攞支筆咁樣。但係你已經平時會用呢一個相同埋文字去記錄你嘅點點滴滴。係嘅，所以我都有一次試過諗住啊，如果可以將嗰啲文字化為一首歌，咁但係都係自己整完之後覺得好難聽，所以都係覺得自己冇乜寫歌嘅。真係好難聽，好難聽。白雪呢個名係。OK， 咁就要掉佢落山啦。係要掉佢落山。係。咁我哋都係可能就係繼續 cover 歌咁樣咯。我想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有得 keep 住唱歌已經很開心，是、這個都是其中那個、夢想的一部分，就是可以繼續、是這樣，是因為我覺得、有個位置是、就是、自己之前都忽略了的，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想寫一些歌呢，或者可能不一定是一些很好聽的歌，但是呢有時候我在想就是、如果 我這個時候去想呢一當下嘅事情，可能係呢個 angle， 但可能我覺得十年啦，可能又覺得五年啦，即係去再睇下嘅時候，可能你又會用唔同嘅角度去編呢首歌，或者可能係去感受你自己寫緊嘅嘢，所以我覺得啊，好似有啲寫稿嘅感覺，我自己覺得係啊。咁你係咪要出歌啦？我唔係，不過唔知係啦。我都想聽你唱歌。你睇下我把聲，真係喎，係咯，真。其實我有啲病病地嘅，係啦，咁我就 keep 住呢份曖昧去送下一首歌俾你哋啦。OK， 曖昧，有啲曖昧，你行快啲先。好 ，OK。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经有些事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暧昧让人变得贪心，直到等待失去意义，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這個真是 MK 至極的歌，我也想說，真是很地區性、啊、很有這個地區性、啊啊、我想是我們這個年齡層的人應該是人都會認識。我就是想，唉，糟了，擔心了，因為我就是想問阿健，你幾年出生的？哇，這麼敏感的一些問題。2002年。 Oh my god 我特地 search 了曖昧。咦，咪真係細我哋一年咯，淨係咩啊？我哋再其實都好近喎、啊，係咪應該要咁啊？等我 search 下究竟。佢仲記得未？我仲記得嗰陣係楊丞琳嘅《水母頭》嘅時候咯。我唔記得啦，嗰陣我都冇呢個記憶啦。我冇呢啲。佢老啦，佢啲記憶比較差。係啊，我冇咗啦。我好想 search 下咧，一陣我 search， 我話俾大家聽下，究竟曖昧係邊一個年份嘅歌？阿健係出咗世未？好擔心，我真係好擔心，因為我記得呢首歌好似係楊丞琳單支第一首歌嚟嘅、啊，好似係啊，係嗰陣時係一套台灣偶像劇嘅嘅、啊、歌嚟嘅，係嗰、那個年代。越講就越擔心。阿健可能係連台劇都冇乜睇過，但我哋嗰個年代係好興睇台劇。係啊，我最近細個嚇，好細個嘅。我最近仲喺我女朋友嗰個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嗰度咧，我睇到佢睇緊啲乜嘢。你哋估下睇緊啲乜嘢？佢係我哋咁樣嘅年紀嘅。係啊，佢係我同齡嘅，係啊。佢係睇緊《惡作劇之吻》。哇！最近勁激動。係我即刻撳咗入去睇。哇！原來有呢啲24小時狂 loop 嘅惡作劇之吻。你講完之後，我今晚翻去都想睇下呢首頭先嗰首歌，咪就係惡作劇之吻嘅，係咪主題曲定插曲？插曲咯，係啊。
好危險啊！呢單嘢。阿健喺後邊心諗咩嚟㗎？係啊，心諗一班老嘢。好，咁我哋咧嚟到呢個 live 嘅咧最後一首歌啦。呢首歌咧，我都冇諗過你哋會揀喎，因為我冇聽過你哋即係嗰個 reference， 即係嗰個 version 啊，係啊。其實我哋都中意 Eason 啲歌嘅，咁我哋又唱前面嗰啲好多都係女仔歌，咁男仔歌好少唱。呢首歌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嘅。我見你哋編得好犀利喎。其實係各位後面嘅功勞係。係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呢首歌，佢哋嗰個梅花間竹嘅指數同埋嗰隊 band 夠唔夠 tight， 咁就睇呢次啦。好，送。他們很大壓力，因為我說了這句。好，這首歌是《白玫瑰》，那就交給你們。白如白牙，熱情被吞噬，吞吞了揮發的徹底。白如白牙，纏回紅塵俗世，俯瞰過靈位。但是愛就別解替後，如同肮脏污穢，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刺回禮，只信任防衛，怎麼冷酷卻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噩梦却如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串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事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有啲料到啊！琴手，我見到個 music， 我見到個 solo 係好好好好艱難啊！那個 solo 我 feel 到，好好多謝咧 Lydia 啦，同阿 Fix 上嚟啦，同埋咧我仲要
我頭先 search 咗啦，頭先首歌係幾多年啊？2005年。誒、欸，你三歲啫喎，開始讀幼稚園啦，因為9月5日啊，定咩9月9日開始嘅，係啊，咁所以阿健就係讀緊幼稚園嘅時候，曖昧就出現啦。嗯，你冇嘢啦。冇嘢啦，唔需要再。誒、哎，咁大家咁。我諗我應該都喺屋企咧，聽爹哋媽咪播嘅時候聽到嘅。哦。你咧？誒、哎，我今晚翻去睇台劇嘅時候就會睇下聽唔聽到啦。嗯，我係因為呢一次嘅 show， 所以先認識咗呢首歌嘅。OK， 好好啊，大家都當新歌咁樣去認識呢首歌啊。好啦，咁真係嘅，好多謝咧阿 Lydia 啦，同埋 Victoria 上嚟啦。咁咧，其實我哋咧會不斷咧去邀請唔同嘅音樂單位嘅。咁譬如可能係一啲組合啊，或者可能係一啲 band 啊，又或者可能係獨立嘅音樂人啦、啊，都會上嚟呢度啦，咁去分享佢哋音樂啦，或者可能咧佢哋有定時去玩一啲 cover 嘅時候，咁我哋都好想邀請到咧佢哋一齊嚟 join 呢個 Expresso Live 啦。咁咧如無意外咧，下次嘅 live 咧係好近嘅，我記得咧11月嘅 Expresso Live 咧係 full loading 啊，係啊，11月8日咧。是有下一場的 Expresso Live 了已經、哦、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了，也都再次多謝兩位啦，都希望可以之後再邀請到你們兩個上來啦、啊、可能有一個不知道可能有一個新的形象，或者可能新的一些音樂上高的路向你是想分享的時候，我們看看再交給期就一起再上來 Expresso Live 啦。另外就是要多謝後面的 Band，好，咁我都再介紹一次啦。咁就係 on drums 嘅阿健 ，on bass 嘅阿樂 ，on keyboard 嘅 JM 同埋 on 吉他嘅文世。咁仲有咧，我知道咧，今日咧我覺得咧今日最大力嗰個咧，唔喺呢個鏡頭裏邊，喺個鏡頭裏邊係啦。因為咧我平時咧都會喺裏邊嘅，就算咧我喺裏邊跳舞啊，冇人理我啦。咁但係起碼我喺裏邊啊嘛，咁咧今日咧就得一個人喺裏邊啫，就係阿謙 Sir， 係我俾啲掌聲阿謙 Sir 啦，佢係啊，佢話有謙冇 Sir， 係啦，咁我就叫阿謙啦，好啦，咁我哋下次咧 Expresso Live 咧就再見啦，好，拜拜。Bye bye